主料：鹅卵肉100克，鸡蛋2个，韭菜100克。主料：鹅卵汤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锅内放油烧热，放入韭菜白爆锅，加入适量的鹅卵原汤和适量的水烧菜，将鹅卵和鸡蛋混合均匀。水开后放入韭菜，并加入适量调料，放入鸡蛋鹅卵混合液烧开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要少放盐，因为已经有咸味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